这是纽西兰的鱼啊，靠，遐大只。哦，你拢知影吼，外国的鱼啊，拢加足大只，啊，外国的人嘛加足大个，对不对？来鱼啊嘛同款，即地来穿口穿面孔，来有要吃，即把做弄做油做油。哦哟，来2000块一个客人。我靠，三条哩，我了后哩，等等你若介意，还甲我讲哦，1000块一个要倒。纽西兰的鹦哥，大只鹦哥鱼，纽西兰的鹦哥鱼有千把鸟。拿1000多，对针对吹的猪灯猪台哩，这个大礼拜有啦，1000块一个要来，一个送你。对啊，陈董事长，你喜欢这个鱼吗？想试试看吗？我不要住了。赶快啊，那贵，赶快对猪灯对吹对昂修对针，进餐厅住多好吃啊！而且这一袋就要700-800块啊，加五袋卖了3000，卖2000都买袂掉啊！来，1000块中包，一个人加买五袋拢好哩。一个鸟，等等下来，专家给你摕起来看麦。好啊，我拿五袋鸟来，古老阿姐刷长啊。都出了哦，这样你不会聊一聊会做沙西米外公，你回去不要生吃，你不要生吃，我不建议你们生吃。这是真的教人家在高人做沙西米，这是刷长啊，你捌吃过无？刷长啊，刷长阿爸做甜做油，但是这两天我无看到鱼在遐。这一包二十二只，这来日本人店吃，我来讲，一包价还得400块，多少？一包，来2包800，你等于真解差钱，煮汤拢会使，你等无钱吃就对啊。来，我要吃来500块，我等刷汤啊，来500块来，来上面吃刷汤啊，我恁去吃。今天个吃好吃，你嘛无说贪买啦，这其实拢在早餐厅，无可能吃出来呢。来，五个人给你哦，免500，免400，300块，这两包你可以等于真正纯粹行行的拢好吃。来300块，我逐摆也摕这贵三三的袂恁俗吼，无人买我感觉足肚皮了。这真的不便宜，刷单啊本身就无俗啊，我搁袂恁千吧。五个人给来，摕落200块。我给你处理好了。啊，紧的，收起来，有人知我在卖啥。来200块，不是一包哦，一包就不止200了哦，2包给你，来刷灯啊吧，来200块来，刷灯啊1000吧。来200块来，来200块来，最后两个人给我啊，刷灯啊1000吧，好啊，来200块，快点了，来200块来，来最后一个无啊，来刀刀快点来。真正平呀，来200卖500啊，卖200块嘞。来好，来，刷你头刀卡都有啊，我认不了的。喂，你要创啥货啊？等下我帮你服务啦，喂。不要吃这个，还有胡椒铁板面，外公，你们教他一下。你哪要吃的？快点啊！问我加赖怎么加？一包鱼啊，我200。我你去吃，来叫500的面，500的酒，做方便。加赖怎么加？加赖你就搜寻他们的电话啊，就可以加赖啦。搜寻一下他们的电话就可以加赖了。来100块来，进来。黑胡椒铁板面，来，很快哦，真的很方便又好吃。它、黑胡椒很香。来100块，100块，够了没吃饱？黑胡椒铁板面都买到了哦。来100块的铁板面，好，谢谢。哦，这张纸包起来。来海鲜，那个重叶海鲜霸铁片花块买呢？难道还没大热排骨啊？我包啊。没货啊，我包啊，我两点了。好啊，你要不要？你敢点你明仔？我炸你好不好？我起来。不用哦，年纪你搞讲，你靠我怎么搞讲？把它等等来卖，来，来帅头哥来300块来大袋哈，这大只蒜你要切的哈，不是恁细只蒜你的大袋500好食，来唔免500-400来300，招姐妹来雪一拖刀300块来，有人要接有人要吹较紧的来300块来，快讲了了的，这两三三个人加买到，很爽。这不可能卖啦，因为这鳕鱼头刀大块的很贵。
真无大地，真拢细只蒜泥，足少有大只蒜泥。这是大只要切的，所以才遐大地。来，这两三三个免开五百、七百、三百旁边，来250块200块来。我若细声话，你得赶紧认钱哦，唔通怎么困哦？来200块，三个人加起来变小一坨汤。来，最后一位了，来200块。Hello， 大家好。要真真正正全家红烧拢好食。来200块，个人要食小一坨汤哦。来200块，通通买到了吼。来200块，哇，差嘛差嘛，这边200块都卖完哦。快上宝贝，上宝贝，走来哦。快，这包搁客客，边爱食你感觉冒烦，来一包我来。别准这样。来，阿要吃综合海鲜，百来外公，这好东西啊！这人餐厅的三三好，这人餐厅找一客啊800块，找我一只呢哦，800。泰式海鲜吧，这是内底做些海产哦，综合海鲜啊。来，这客啊，唔免500，唔免400，来300，这人买一包等于吃看卖，找我先得。啊，人家讲客咧煮汤嘛好吃。来，这人买一包300块，我多啊，这花300已经是够赚钱了。我衰咧，299。我讲真咧，这真正无俗的物件，我无想要乌白买，这300有够俗啊。好俗啊！200块。哦。鱼啊到鱼啊白鱼，真正未赚钱，搁倒料就死啊！来，鱼啊五，这人买一包来。知道加了就好了。综合海鲜锅，来，我要吃鱼啊五。200块来啦！这样要一起试看卖，阮李刚大家都买，要吃过大家都买，200块袂晓吃，紧收起。来，小哥啊来。继续收下去。你们要吃什么？赶快跟我讲。哎，红烧。哎，大边啊，大尾公我嘛，他提来发货的。来，小哥啊，来了皮啊，来要吃小哥来开300块来，很新鲜，但是不大只啊，无大尾啊，好笑啦，我真。来，我要吃的哈，这样要一份啊。真正足轻的，你茫看伊细只，来300，拄只后尾走未？乖哥，安尼就是一分。还袂到。300块够少啊，要吃的排队来200，200块来。下尾几分啊？我讲这个小哥足轻。一样的嘛。伊只是卡房溜背无好看，但是身高足赞，你卖完都来200块来。等下买1000个啊。我讲买一半。好啦，勿紧，食偌济买偌济啦。来，这拢爱走吼。来，今日小哥200块来，几个要甲后壁贡献，就是以这款、以这份为主就对啊。看几个在后壁啦。五个啦，目前五个买啊。来，我阿姨来，我要大尾，你搞定，你好啊，我先啦，进来其他别买啦。我红沙来，等下唔免话，1000块我来，做大尾啊。五个。我卖了，你看，真正粗个啊。200的哦，这1000个刚才我都买不到，送得啊，补贴一下，我一直没给你处理过，哈哈哈哈哈，1000装包包的啊，来，还要吃五阿姨来500块来，五阿姨哦，水当当的五阿姨，来500块来，超新鲜的，是吧？有人要煎吧？来500块来，来500块，来四杯哦你。来五百哦，你哦，大只裤无看你啊！来，紧嘞，我系500。有想要吃我野手，野手得，不一定爱买。想吃我伊就举手。哇，拢无人买野手哦。我看到安尼一个，把阮当当的野手面，啊，剩的拢无咧。来500块来七杯好无？来客气哦，来八杯哦你。来500块来，有九杯哦你。你明仔载那边，我是负责阿咧卖你哦。来一个20杯，互你欢喜一下。来500块。来最后两个人给你，我欢迎。然后你要买啊，小的金银钱，我只唔忙了。做茶壶你在干嘛？就电话搜寻就好了。来500块来，进门不要。就电话搜寻就好了。来，快点，来500块来。来，你想买来？搜寻电话就好了。来500块来。他没有电话啊。这边我五十块啊，卖掉，卖掉了。来500块来，赶快，最后一位了哦。来500块，高伟，你不是第一个看，你看很久了。高伟，怎么有你？来5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，高伟，500块，来还没有买到的快点。来，最后春节粮，来500块上不会，给你高伟。不然啦，我啊，我啊那边，那边我多个别的啊，上不会了一下，来300块啊，春节粮，来300块，高伟，阿伟别着来300。因为真难买啦，我袂当买你500，来300块，最后一个客人我阿姨，我都买了。
来加码几条台湾，来鲍鱼，要吃海五百四百，要来三百块啊！鲍鱼五个啦，龙虾好啊，三百块，一包够吃哩，一包够送哩，六包哩，来三百块来鲍鱼，不用五百啦，今天要买三百就好了，要吃的来赶快细包鲍鱼，来六包哩，来三百块，快点快点，准备点动作快来鲍鱼，来三百块得，赶紧赶紧，一包五包来六包哩来，来三百块得，来个几人给三百块的鲍鱼诶。有啊，拢包了吼，来，好，拢包了，好，感谢啊。来，好，阿哥有要爱啥来，今日去甲我讲海白虾哦，来海白虾足够无看的。来，阿哥去摆锤吧，这一箱是不是金的牌？打开我看。都是吧。来，另外一箱，整排的。哎，底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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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列右脚。下面的四方盒子，你打开。看到了吗？宅配加赖哈，电话，对，那箱给我。电话看到了吗？手先存一管呀。看到了哈，电话，电话。来，我要吃海白虾，这等级金沙的哦，足甜哦，好吃。来，想要吃海白，唔免举手，钱一百几嘞，多少块三百，一百有恁大概买掉两百块啊，两百块来，这一盘就要卖六个一千二了。外国卖袂人个个，一半袂死个人个都，来要吃竟然两百块啊。来海白虾来，这只甜啊！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，进来进来进来。以这一盘为准，就是卖四个而已。后面我有一桶的虾子，不用担心。哦，超贵贵的块，高贵的可以。来两百块来，进来阿妹妹钓虾来，工作快来，走走。来进来两百块来，妹妹你要吃虾子来给我。来两百给哥哥来。爱跟喝囡啊，喝喝阿哥，哎。来八百。你爱吃吼，你叫家己买着，然后来，爱家己煮吼，妹妹，来十个，我家己煮，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，龙华，几个买？小梅，这里四个而已，哦，这里四个而已，不用担心，这个虾子真的不便宜了，卖这样真的是有用而已了。我先去上一下厕所，有问题等下跟我说。我看到你我想着讲我妈都有嫌，我这一点无会。虾仁卖完了。一、两、三。三个人去吃三分的，这样要求椒麻鸡腿排，这不贵了哦。椒麻鸡腿排哦，这个会辣哦。那个虾子等一下，我后面包装好会给你。哎呀哦，那几个人哦，我等下小姐帮俺弄好了。小卷呐、啊，我、哦、小卷你啊，我公平啊，你啊公平。小卷。哦，小卷，哦来来小哥好啊啦，那我是公平啊，多少钱啊？靠，肯包好的。来小哥啊，多少买两百块的小哥啊？哎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我好歹有讲，我唔使包好啊。来小哥啊，多少我买，今日来，来过来，开始，来来来，谢谢。来阿叔，感谢你。来要吃椒麻鸡腿排，两百块来，今日。三个客人而已，没有了哦。不不啦，但是足足好吃，椒麻鸡腿好啊，你两个都。我们刚才各位讲，这道各位讲两个，啊，未拢上来提钱哦，你啊，我只两个啊。哪里过呀？十个啊！阿伯，你冲我啦！来，椒麻鸡腿排没有了，不好意思，不用拿钱了。来，你唔敢食，遐咩话紧，把你的钱准备好，来。来，这个也很少出现的口味哦。你甲送收钱，你煞唔知影两个尔，你阁唔知影甲送收钱的要去咩？你未听明咩？好，来上面食这个，这个叫做豆乳鸡啊，豆乳鸡烤味的，豆乳鸡腿排两百块啊，嘛是两个人的呢，好啊。我讲，这个很少有啊。不一样的口味。这一般你来去华西街，参加华西街烤这烤味汤吃，豆乳鸡腿。两百块两个人去，同款六斤、七斤、八斤、九斤，同款十斤哦。你等于蒸，等于烘，等于七炸锅，做好吃，这个胡辣啦。啊，伊是豆乳鸡口味的啦，所以袂咸。两个人好啦。来了，来，还有陈大哥。要刷钱了，要。有贵点，有两块，有两块。好啦。来，鸡腿排都我计算。外公啊，多多加油啊！豆乳鸡真的哦，豆乳鸡是新口味。我来干嘛？豆乳鸡新口味，辣劲，无变着鸡腿排来，我一种啊特殊的口味拢提出来，你吃，这个叫做牛奥良鸡腿排，来一样，看下哦，赶快大鸡刀哟，就那无贵了，来，我来吃两只，两百块来，哎，明大哥，来两百块来，今日，你现在吃了好了没有？来，
七斤，你昨来给我载一箱虾来，吃完了你个，我先来补一下。哦，林哥大爷，来十斤给你啦，赶快上给你来，两二两鸡腿再给我来，来五斤啦，鸡七斤，八斤九斤来，十斤给你来，两二两鸡腿买真的好吃，而且没有骨头，来两百块够了，没变的不？两二两鸡腿买，剩一箱了不啦？一步，来两百块来，最后一箱了，没有了，来还没有买的赶快，两百块来，两二两鸡腿，浪费来啦，来多一杯来。这时候啊，你针对他们的请假可能会在来六几号哩，来七几号哩，来八几号哩，来九几号哩，来十几号哩，来两百号来。这口味是餐厅在用的哦，不会辣，这个不会辣，不会辣的我已经卖完了，开始。来两百号来给你哦。赖金辉，你刚才有来现场买吗？来六几。赖金辉，你刚才有来现场买哦？是哦。来九几来十几。开心吗？开心吗？还没有人没有买到，你要两句的买到。赖金辉来现场买，开心吗？那我们就下一样了。白饭沙煲，白饭沙煲，用火料呀？我没有了。几百只锅，蛮贵啊！你刚才在讲啥？你讲白饭沙煲，我讲火料，你唔知道？伊要啥哦？伊要白饭沙煲，好理解。等于伊又讲白饭讲啥？因为我嘛无物件，我讲嘛是假讲的。来，我要食鲑鱼的人，要不要了？开心哦！超好的鲑鱼，很好玩，对不对？赖金辉，赶快东西吃。你看的不是关心，赖金辉，赶快吃完，赶快吃完，赶快再来买。这真的是参加人的等级，打一电话，这真的便宜啊！我两条、三条、四条，一千块里面啊，这是最后一箱鲑鱼了。对。你把握机会啊，七八个人去买就行。老要吃鲑鱼，不要一千八百。哦，你是屏东内湖的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别经营起来，你们买蛮多的哎。你不用三位啊。哦，你连。都收介绍。你们。来我大哥，一早就来了，七个客人哦，七个客人买得到。你们是第一波客人，我今天载五箱这么大箱，你们是第一波客人。加工再做给，这在我手底下吃，命较袂完。买很多。今天来，我爸后来我好买了两三箱。你怀疑真的很漂亮，今天鲑鱼超漂亮的，三条四条来五条哩，来鲑鱼要蒸的较紧的，来我爸后来。这家好吃，不是水呢，哥好吃。来，我发过来五片哦。看到我们很好哈。不用八百了，来五百块来鲑鱼。有空再来啦。来，别再骗你，来三点，来四点，来七点都骗你，来我发货，我真的很漂亮。来，都来到了，那个时间点人比较少。来，动作快，那个时间点人比较少。哇，你们下次可以。我租借啊，来。如果稍微晚一点点来更开心。来五百块来鲑鱼。不过那个早也 OK 啦。来，最后三个人。因为比较好买。没有鲑鱼了、哦，因为怕太晚来的话，东西买不到。来找我吧，来找啊！来上面，来这边，来最后两位了，没有鲑鱼了。来先，最后一位了。最后一个啊，真正无啊，来五百块来。哎，有多康正常啊，这。有多坑无多坑拢是正常诶，啊我无法度敬互你，哦我敬教互你，所以唔只有法度上互你。来最后一个，五百块无啊？来乖来，没有啦，没有鲑鱼啦。谢谢大家，来阿要食白鲳来。无白鲳啊吼？来边个有啥物鱼啊无？小卷啊，细只个无？拢胖胖个，鱿鱼嘛拢胖胖个啦。诶，阿个鱿鱼拢甲起起，桌边甲摆落边，桌边空人啊。来，要吃小白枪的来，三百块来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十八号你来，来三百，来恁两个人加买买都。白枪虽然细尾，不过白枪无俗啊。来三百块，恁两个人加买买都。来三百都，有人要吃小白枪无？来三百，三百只有小姐要吃啊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最后一位，我等等袂来紧，收钱啊。你徛我边仔创啊，担当的你唔知啥物啊？你唔知担当会啥吼？你搞买二十五单，你做二十单啊？你唔知伊啥吼？还是我今年三十二岁啊？十二岁就出来卖啦。你是叫伊派来的啦？头家啥人啊？因头家伊嘛唔知，因头家是啥？伊做甲真嘛唔知是头家是啥？嘛唔知头家姓啥，我哪知啦？啊，你拢领啥物钱啊？乖公姐啊，佮摕一百块银啊，也无够买啊，无够两买啊，我嘛可以收三百，规日该收两百块，歹势啊，等等来先滴。来啊，虾啊好啊，我来锅类虾啊，锅类哦，锅类好啦，来，来，好哩啊。
我来讲啊，来高潮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来高潮一次好不好？六个人啊，六个客人。哦，我要收六个客人，来一千块来。这盘卖卖分起啊！来，先招一个人给赚钱来一千块，六个人给买多。我一般哦，我的饼这拢是起卖哦，我要收啊啦，了了恁啊。啊，不过哦，我今仔去无啥卖着物件啊，我紧甲饼出去。来一千块，只有六位，那我虾先给恁了啦。来，这下次我先分一分好了，我看来拼盘。来，海北虾来，九分、两分、三分来刮、哦。来，小姐三分的。来，刮鱼啊，刮尾。来，小姐的，拿起来当聪明的。来，虾啊，三分关掉，进来来。来，等等来。来来来，姐上不关掉，我来大哥来看谁，来一千块谁要赶快拿钱了，来几千块来，我聊聊来。我讲真的，我今我这热人，我实在做无想要卖这汤汤的啦，汤汤水水啦。但是厂商一直叫我帮他卖啊，啊帮我卖，帮你卖无紧，了钱要安怎？我一定要了钱，人提到要捧场啊，无紧了钱，伊讲了伊，吼，安尼好好办啊，一包忙啦，一包。我两杯汤诶，都把汤拢招了了，你去吃掉。来一千块，有人要一盘无？表示努力啊！对，那个就是围炉，对，没错。来，六个人开杯，来一千块，赶快。你今日你来吃好不好？我去找物件好不好？我也找无。